The projections at the moment are that 2017 will be one of the hottest, but probably not the hottest, and that is, you know, in the if we don't have a strong El Niño. 2015到2016年间的圣婴现象让地球在2016年发高烧。 倒是今年的秘鲁大雨，当地气象专家说是圣婴作祟，世界气象组织说，目前资料全世界还不到出现圣婴现象的阶段。二十世纪三次的强圣婴年，地球气温都上升。2016年也不例外，比工业化前高出了1.1度，也比去年高出0.06度。2016年还有多项指标都创下最不良记录。 去年11月，全世界海冰量掉了超过400万平方公里，低于平均值。温暖海水让珊瑚就像在滚水中煮，严重白化死亡。大气中二氧化碳2015年也飙到400ppm 的水准，接下来几个世代都不会下降了，因为还在持续创新高。也就是说，人类活动破坏天气系统是越来越明显了。大爱新闻许淑媚编译。